好，笑一笑。你好，你好，拍拍手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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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都是好朋友。点点头，笑一笑，拍拍手。笑一笑，点点头，笑一笑。鞠个躬，拍拍肩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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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都是好朋友。想想智慧树，快乐做游戏，耶、yeah! 哇，太棒了！谁在呼叫鹏鹏？鹏鹏，好怕！哦，是小嘟嘟啊！你遇到什么问题了吗？这是我的好朋友。你好，我叫咪咪，我想吃酸梅汤喝。鹏鹏，鹏鹏，你看酸梅粉，我们想出酸梅汤喝。可是我们不会，你能帮帮我们吗？哦，是这样啊，这个问题可难不到鹏鹏。啊哈，遇到困难不要怕，总有办法解决它。生活其实快乐简单，跟我一起一二三，第一步，用勺子把酸梅粉舀到杯子里。二步，把水倒入杯子里。第三步，搅拌一下。问题就这样解决了。生活其实快乐简单。那你们赶快开始吧，你们还记得第一步是什么吗？用勺子把酸梅粉舀到杯子里。用勺子把酸梅粉舀到杯子里。哇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嗯，没错，用勺子把酸梅粉舀到杯子里，三勺就够了。哦，三勺就可以了。咪咪，我们开始吧。数一数，一勺，两勺，
第一步已经做完了，第二步把水倒入杯子里。好，我们开始吧。可是要倒多少呢？让鹏鹏来告诉你们吧，倒到红线这个位置就可以了。小朋友们，我要开始倒水喽。Okay. 快到红线的位置，你们记得喊停哦。你们真是太棒了，就倒到这个位置，你们记住了吗？记住了啦，记住啦。咪咪，我们开始倒水吧，慢慢的。哦，水流出来啦，慢慢的，慢慢的。记得要用温水哦。慢慢的，慢慢的，快到了，快到了。轮到小嘟嘟来倒水了。哎 ，OK 啦，慢慢的。哦，哎，好啦。你们真是太棒了，赶快来做第三步吧。第三步，搅拌一下。再稍微轻轻的搅一搅。第三步，搅拌一下。小朋友们，你们也可以请小勺子来帮忙哦。哇，我们的酸梅汤冲好了。好啦，我的酸梅汤做好了，小嘟嘟的也冲好了。啊哈，你们已经成功完成第三步了。这里有吸管，来，我们要喝酸梅汤啦。哇，小朋友，你太棒了！啊哈，你们太棒了！小朋友们太棒了，遇到困难解决了，我其实快乐真的，跟我一起，一二三，第一步，用勺子把酸梅粉舀到杯子里，三勺就够了。第二步，把水倒入杯子里，记得不要倒得太满哦。三步，用搅拌棒或小勺子轻轻地搅一搅。问题就这样解决了。你学会了，你太棒了。你做到了，你太棒了。一些酸梅粉，一杯温水，一个空杯子，再加上一个小勺，就可以让宝宝自己动手做一杯好喝的酸梅汤了。亲爱的家长朋友们，赶快给你的宝宝准备这些材料吧，自己做的酸梅汤喝起来感觉更棒哦。这是一个秋天温暖的午后，小米志平募资决定去河边钓鱼。
我最喜欢钓鱼了，因为我是钓鱼高手。我喜欢在钓鱼的时候欣赏美丽的风景。我只想在温暖的午后打个小盹。小雨，这里真美，我们要不要在这里钓鱼？以我的经验，这里很难钓到大鱼，而且鸭妈妈正带着鸭宝宝在这里游泳，我们最好不要打扰它们。我想到一个钓鱼的好地方，嘿嘿。哦，居高临下才能钓到大鱼。朋友们，我先给你们展示一下我钓鱼的本领喽。木子，我也找到地方了，你要在哪里呢？我想我也找到钓鱼的地方了。在这里钓鱼，希望没有打扰你。哦，哇，大鱼上钩了！嘿，啊，哦，小豆，都怪你，你把我的大鱼吓跑了。看，我钓到一条大鱼！啊，志平，你真棒！哇，啊，哦，天哪，我也钓到一条大鱼！嗯，没什么大不了的，我才是真正的钓鱼高手。我要钓一条很大很大的鱼给你们看。哎，啊，是条大鱼！啊，哦，小豆，不要叫了。都怪你，你吓跑了我的大鱼，你这个捣蛋鬼，最好离我远一点。哼，真是我碍手碍脚的家伙。小米终于钓到了一条鱼，嘿嘿，我是真正的钓鱼高手。天空飘来了乌云，看样子要下雨了。小米，我们回家吧。嘿嘿嘿，看样子真的要下雨了。小豆，我们回家吧。小豆，小豆，小豆，小豆。志平、木子，你们看到小豆了吗？小豆。刚才不是和你在一起吗？嗯，小豆不见了。小豆，小豆。志平，我想小豆丢了。小米，不要着急，小豆也许只是在附近玩一玩，或许是在哪打盹。不，小豆一定是生我的气离开我了。生你的气？嗯，刚才我向小豆发了脾气，我想小豆离开我了，我要去找小豆。可是马上就要下雨了，我一定要找到小豆，我不能丢下他。小豆，小米，我们帮你一起找。小豆，小豆，小豆。天越来越暗了，风也越来越大。小豆呀，小豆，小豆来了，小豆。我看雨一会儿就会下大，要不我们明天再走。或许小豆根本就不在吧。我感觉小豆一定就在附近，我一定要找到小豆。小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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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哪？小豆，小豆，在哪？小豆，小豆。我不该对你说那种话，我错了，你再也不要离开我了，小豆，我要永远和你在一起。啊，小豆，好痒啊！
呀，你有什么好办法，帮我想想吧。我让小狗狗帮我捉鱼，我会找我的好朋友一起帮忙，我会拿一个渔网去抓小鱼，抓不到小鱼没关系，下次抓。办法总比困难多，不能急呀，一定要告诉自己，没呀没问题。太棒了太棒了，你们都太棒了，我们一起想办法，问题解决啦。我小时候不会刷牙，妈妈教我就会了。我不想自己睡，其实我是不喜欢先自己睡的，爸爸那个妈妈和爸爸都非得让我自己睡。我小时候不会穿鞋，我奶奶教我了，我就学会了。我现在勇敢自己睡觉了。太棒了太棒了，你们都太棒了，我们一起想办法，问题解决了。跳舞之前要先做热身运动，小朋友们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准备好了。跟着碰碰挥挥手，啦啦啦啦啦。跟着碰碰挥挥手，啦啦啦啦啦。一起扭屁股，碰碰扭屁股，快来扭屁股，啦啦啦啦啦。画个圈圈。圈圈，跟着碰碰挥挥手，啦啦啦啦啦，跟着碰碰挥挥手，啦啦啦啦啦，一起来跺脚，碰碰再跺脚，一起来跺脚，啦啦啦啦啦。像鹏鹏这样游哦。哦，我们一起来游泳吧。哇，游得真快呀。跟着鹏鹏游起来。游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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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游，太有意思了，游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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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游。小朋友，快点快点站起来，一起游泳吧。
点来拿信吧。哦，好的，谢谢你，丁丁。哇，来信了，哈哈，哈哈，小朋友们来信了，彤彤好高兴。小朋友们来信了，彤彤好高兴。哈哈，快来让我们看看是哪位小朋友给我们寄来的吧。大家好，我叫江希泽，小名五元，我一岁半了。彤彤，你猜里面有什么？嘿嘿，是我最爱的小汽车，还有小飞机。彤彤，一起来玩吧。哇，这位小朋友真棒啊，他将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精美礼物哦。你也想得到我们送出的精美礼物吗？那就赶快给我们写信吧，千万别忘了。爸爸再见，我们挥挥手。妈妈再见，我们挥挥手。小朋友再见，我们挥挥手。今天游戏就要结束了，我们明天再见面。再见了，再见了，再见了。彤彤再见，我们挥挥手。托托再见，我们挥挥手。小兔兔再见，我们挥挥手。今天我们玩得很快乐，我们再见。